高圆圆产后复出手上直播，无 PS 图曝光真容，网友大呼当妈太辛苦。近日，已经41岁的高圆圆产后手上直播认真营业，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围观。高圆圆真实的皮肤状态在高清镜头下被拍得一清二楚，网友直呼当妈太辛苦。高圆圆在婚后5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宝贝女儿，产后何时复出备受外界关注，但高圆圆似乎除了偶尔拍拍广告，并没有新的作品或者频繁地出现在大荧幕前，反而是抱着女儿跟随赵又廷到处跑剧组，赵又廷到哪里拍戏，高圆圆就抱着女儿跟随她一起去，足以见得高圆圆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家庭生活上，事业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全部。此前高圆圆的好友韩火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爆料，高圆圆与赵又廷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能让对方随时联系到自己，且两人失联不要超过2个小时，让对方知道自己去干嘛的状态可以让夫妻双方能够更加安心，增添信任感与安全感。